他是妖怪，他是妖怪，你是妖怪，他是妖怪，他是妖怪，是妖怪，悟空，他是妖怪，降妖，悟空，赶快降妖，他是妖怪，大师兄，你看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怎么俩师傅？这一转眼就变两个师傅，也不知道哪个真的，哪是假的。你是妖怪，悟空，他是妖怪，哎，他是妖怪，他是妖怪，悟空，赶快降妖，他是妖怪，悟空。师弟们，这如何是好？师兄，嗯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哦，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，你让快讲，你让师父念紧箍咒，不会念的就是假的。好，师父，你就念吧。哦，菩萨哪里去？我是来助你除妖的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好好好。这是我的坐骑。哦，原来是你的坐骑。看在我的薄面上，就饶了他吧。好，看在文殊菩萨的面上，俺就饶了他。要不然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母后，你看这是何人？梓潼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快快有请大唐高僧，代我全家拜谢救命之恩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。
驾。师傅，快！快！驾。师傅，你风风火火的，差点把师傅摔了。师傅，师傅不要紧吧？不要紧吧？你去吧。你毛手毛脚的，妖精没见着，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。要不是我老朱，呆子，手脚摔坏倒可医治，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，妖精，妖精，妖精在哪儿呢？妖精在哪儿？少要啰嗦！切！救命啊！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。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！哎，师傅上马，上马！悟空，哎，来来来，师傅，你听我上马吧，我去看看啊！上马！救命啊！悟空，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，好像是……我也听见，好像有人在喊叫。哎，走吧，咱们走吧！哎，你听。好像又叫了一声，像是一个孩子。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。师傅，过来这山您得发慈悲吧，此处凶多吉少，我们赶路要紧啊。咦，悟空，你听，确实是个孩子。该死的妖精，师傅，我去看看啊。哎，救命啊！师傅，悟空，喊声好像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？哎，那边，那边。哎，走，快走，跟上八戒，快点。本来在那边，这猴子说在这边，你走吧，这边。嘿。跟上，那边。